近日，四川南充女子晒离职后一口气退600多个工作群的视频引关注。据当事人唐女士介绍，自己从事了2年的商场地产设计工作，每个商场有数百个店铺，需逐个审核每个店铺的设计图纸，因此累积了600多个群，每天要随时回复信息，24小时待命，去露营都要带着电脑，神经一直紧绷着。离职后花了3个半小时退完了所有群，轻松了很多，也直观地体会到了职场的不易。我之前是做地产的设计，2年，一个新开商场，每一家店铺都得我去审核，每一个店铺都会有群，24小时待命的感觉。出去露营的时候也是把电脑带在身上，感觉神经一直是非常紧绷吧。提完离职了，下午3点钟吧，然后推到6点半左右。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退完了以后就会轻松很多吧。